声，谁来唱主题歌？来，有请吕刚。假的，假的，老爷们儿啊！你给他两句儿。他认出我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星光大道2006年的年度季军，李玉刚，也是东北人。介绍一位嘉宾，是张艺谋导演的好朋友，他叫张伟平，是新画面董事长张伟平先生。打分之前，我们听一下嘉宾
张艺谋导演，你来做一把嘉宾，你如实的说，两位谁水平更高一些？这个李玉刚啊，我觉得他那身段啊、身姿啊、那个娇媚的感觉啊，掌握得特别好。很难得。我是不是很清楚他以往的表演，所以我第一次看，我觉得一开始很惊讶，感觉很意外。接着后边还要说鸭蛋，对，毛毛。这个毛毛呢唱得非常好，俩多好啊！对呀、啊，当然了，所以我觉得毛毛呢这个京剧字正腔圆，而且呢很有韵味，我觉得火候控制得也非常好，至少我这不懂京剧的是全懵了。两位都好，俩都好。张伟平，有一个就是说，我刚才不是说我有个任务吗？是要为三枪主题歌选歌手啊。对呀、啊，俩都是女的呀。哦，我搞差了，那搞差了，搞差了。对呀、啊，张伟平，张伟平导演，您说说您的看法，好不好？我跟艺谋想法一样，真的都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李刚唱的非常好啊，鸭蛋唱的也很专业，真的很好，不分伯仲啊。